我们赶紧多蹭点能量，对吧？能蹭能量就行。好，多蹭点能量，旋风斩。旋风斩丢了，我靠，太恶心了，他们一级团比我们强。我觉得打对面的话，我去打一手我中怎么样？我中怎么样？凯隐中单，申请凯隐申请打中单。阿卡丽，我好像我打得过阿卡丽吗？这阿卡丽好像那个吃了伟哥一样，感觉不一定打得过他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手不疼吗？我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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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感觉一级干不过他，猥琐发育。我靠！确定吗？听说。你跟我凯隐打一起单挑，你好像有点下饭，先推了，不怕死你？听说你好像不怕死，嗯，回家，不太行，这个人一起干不过我，咱这一把先出一个。肯定要出可血战斧，肯定的，因为我就不买东西了，先偷个。我跟他对线，我有点吃亏呀、啊。三级了。哦，你怕打不过我，小老弟。我凯隐老强了，先推了，再见了朋友，回家。有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可血，兄弟们，为什么要出提亚马特呢？因为让你的连招变得更舒服。能听懂什么意思吗？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可血，而是因为出了这个装备之后呢，让你打连招很舒服，这个很舒服啊。粉丝在哪里啊？兄弟，我在游戏里面打不了字呀，兄弟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你看他刚才说啥来着？我在游戏里面打，我不会打游戏里的字啊。我看看能不能直接杀脆皮，杀两。我不会打字，不会打。来来来，穿墙。回血不死，漂亮。去吃短皮，能带我上车就行，不用打字。行，带你上车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带你上车。哎呀，我不相信你能带你上，带你上，带你上。三速鞋来一个。我六级了。直接去下了，感觉没必要带线了，直接去打架就行了，很强。别急，来了老弟，无敌了呀！我凯隐这个英雄太强了，还差一点变身，谁敢下来直接秒杀的。直接秒，不跟你开玩笑。
金克斯很骚，那就溜了。哎，操！这一波他妈的，你给我等着，你等着，我记着你了啊！来个巨蛇之牙，我差一点能量变身力啊，感觉，反正他妈烦，差一点能量变身。只能对你说一声抱歉，只能说你，只能对你说一声抱歉，直接回家变身，先回家变身再出来。变手蓝凯，无敌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开始屠杀了，这把起步杀30个，太好了。千万不要眨眼，凯隐这英雄太强了，凯隐这英雄红 buff 有没有？没有，透过机吧，回家直接咳血，先把咳血买了，听说这个版本的咳血贼鸡巴变态。来，来个红 buff 掐一下，下路机会很大，走。你还在放炮呢，怪得很啊！接下来就该是杀鸡了，现在。你怎么打？接下来就杀鸡了。中路有机会。怎么跑？就乱杀！卡莎别给我逮到了啊！卡莎别给我逮到！卡莎应该回家了，那就直接推塔。嗯，我现在已经3400块了，贼恐怖。回家。有人说出青史吗？出啥都一样，兄弟们，出这个，兄弟们，你看好了。收集者有没有？有。那接下来我这个装备就。整一个恐怖了得，哎，这干啥呀？你怎么往我这边传送呢？我真没看懂啊！对他，卡莎，你这个技能放了暴露你了，本来可能杀不掉你。放技能可能杀不掉你，放技能你就暴露了啊！暴露，哟，确定？你小子很嚣张，感觉穿墙回血，
有用吗？没有用的呀，废桃。哎呀，防御塔的都反应不过来，怎么打？投降了，我操！这就投降了呀？哎呀，还没玩爽就直接投降，谁顶得住呀，兄弟们？